我们公司计划并购扬升电力，并给出了报价。你们几个分析一下 ，MH 现在是否应该购入扬升电力的股票？我认为应该购入。扬升电力到现在股价是35港元，并购之后保守估计应该是 百分之17%的上涨。买入300万股就可以成为主力资金。并购以后，世茂科技的大股东马玉科将会成为扬升电力的新一任董事长，他是大世界的投资家。现在购入，每股年收益会超过420二港元。我不认为这次交易会成功。扬升电力已经连续3年利润下降，管理层薪酬却翻了2倍。马玉科是个老油条，他不可能看好扬升电力。 如果马玉科不看好扬升电力，为什么要代表世茂科技出价并购？马玉科是世茂科技的股东，他前期持有扬升电力5%的股份。我怀疑他代表世茂出价，只是虚晃一枪，实则是为了炒高扬升电力的股价。任何一笔交易，任何一项投资都会有风险，利润和风险就是一对孪生兄弟。我们需要的是像狼一样的新人，而不是绵羊。所以今天面试的原则。 元帅，我是元帅。有毛病啊！还敢加我微信？今天淘汰你是为了你好。一个聪明的人就应该在合适的位置做合适的事。 正好有一个总监助理的职位，年薪不低于30万，晋升空间很大，我可以介绍你去。哎呀，公司业绩非常好，所以我希望各位同仁继续努力啊，然后做得更好。哎，兄弟。 请问那个是不是元帅啊？这笔今天拿去一下。好。是啊，你想干嘛？谢谢。
元帅，为什么不回我微信？你谁呀？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啊？我认识你吗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你竟然装不认识我！你们都听见了吗？这个人他竟然装不认识我！你现在装不认识我，那你当初找我小心肝小宝贝小可爱的时候呢？你怎么不说你不认识我呢？这位小姐，你说我是你男朋友对吧？好呀，那我问你，我住哪儿？我生日是哪天的？我手机号码是多少？你知道吗？好呀，既然说到女朋友是吧？碰巧，我女朋友今天也正好在现场。我女朋友就在这儿。太莫没见到，还这么狼狈离开，这男人是魔鬼吗？你是在说我吗，小哭包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从小遇见了委屈，就喜欢往高处逃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是那么好猜。是。你袁总通透人心，那你猜猜看，我现在想干嘛？你找了一个演技那么拙劣的演员，恰好他又是你朋友，而我又当众羞辱了他，你现在一定想破口大骂，但是呢，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没关系，想骂就骂吧。恭喜你，你猜错了，你根本不值得让我生气。说吧，为什么把我赶出 MH？ 哎，注意你的措辞，你就从来没有进过 MH。我的面试成绩绝对有资格进入公司，而且据我了解，近五年来 MH 从来没有在终面淘汰人的先例。恭喜你啊，江小姐，你就是这个先例，荣幸吗？透镜的看你真的太像一个混蛋了。那你再看仔细一点，有这么帅的混蛋吗？我一定会进入 MH。你一定进不来。元帅，羊急了也是会咬人的。你咬呀，你来呀，你咬我呀，往这儿咬。我不让你进 MH， 那是为了你好，你就当买个教训，不亏。哼，什么为我好，什么教训啊？我的人生到目前为止最惨痛的教训就是相信你。
小时候我爸让你保护我，你倒好，变着法的欺负我。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为什么会转学？你知不知道我到现在还在经常做噩梦啊？尊敬的各位老师，亲爱的同学们，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我的中国心。长城，哎，你行不行啊？是啊，不能讲就下去吧，你别浪费大家时间了。下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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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没有丢，你看啊！是你，你醒一醒啊，将军！从那以后，我就没脸在青城高中再待了，只能转学。谁想到这么多年过去，居然又让我遇见你！你应该知道，在投行这个圈子里，女性的比例不超过20%。这份工作所需要的能力、耐力、抗压力是很多男性都达不到的，更何况你。你是一个连眼泪都会过敏的人。你凭什么用自己的判断把我排除在那20%之外？凭什么别人可以，我不行？不管你这次说什么，我都不会再躲了。我告诉你，元帅，我一定要进 MH。你干什么？不要。别动，跟我回去。你要是哭了，我可没空送你去医院。别闹！放开我，元帅！你放开我，元帅！你放开我！别闹！元帅，你放开我！放！当心！侵犯隐私，走。将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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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将军。
医生，他是严重的先天性眼泪过敏症，需要立刻用低分子铀糖苷加入5%到10%的葡萄糖液做静脉注射。哎，你还挺了解。我是他朋友。不好意思，叫做不服众见。 要亲了，要亲了，要亲了！喂，看什么呢？干嘛告诉你？拿给我。不给。我也要看。不给。你干嘛？你还给我！年轻小说。抬起他的下巴，嘴唇一点一点靠近。哎，你别念了，你还给我！换换。我的书，你还给我！ 别哭啊！喂，你不能哭啊，将军！抬头，呼吸，你忍住，别哭，呼吸，将军，闭眼，把眼睛闭上，闭眼，呼吸，忍住，不能哭。袁麻皮。 你衣服洗过了，洗干净了。仔细谨慎是我们这个行业最基本的素养。嗯。脸怎么了？明知故问。站住！我有话跟你说。看到了吗？终止并购了。 我那天是唯一一个答对的人，你凭什么淘汰我？我就知道你要来跟我说这事儿。什么意思啊？你确实回答正确了，但那只是暂时的。终止并购，大家只会觉得马玉科是为了买空套现拉抬股价，但其实呢，并不是。他这么做只是为了 多拿一个董事会席位，外加管理阶层决定的表述权，懂了吗？有一句话你一定要背下来，不要相信自己，但一定要相信我。你不适合 MH， 不可能，真没有自信。好呀。 那我再给你一个测试，如果你能完成，我就让你进 MH。好啊。只是不买，你是魔鬼吗？
什么烂考核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可以再试一下这件吗？谢谢。你果然完成不了任务啊！任务过半，为什么不试了？你一连试了七件衣服，但是完全没有要买的意思。柜姐不给你好脸色看，也是肯定的。可是你呢？你就像是中了枪一样的尴尬，结果却是落荒而逃。你这算什么测试？你就是耍我玩。从这个测试就可以看出来，你是一个内心极其敏感、承受能力极差的人。我说过了，投行就像战场一样，你不行。但是将军，虽然你智商不够，你还算是一个做事缜密的人。我觉得吧，或许咨询行业更适合你。其实我早就为你做好了准备。威氏咨询公司，国内排名前三的咨询公司，一个总监助理的位置，年薪不低于30万，而且升职空间很高。不用感谢我。我是不会放弃的，我一定会进入 MH。我也说了，你一定进不来。别的女孩子遇见伤心的事情，哭一哭也就算了。没事了啊，旺财，啊，没事了啊，好可怜，你的手，你怎么那么笨呢？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你养了只狗，我就给它带了一个窝过来。你真是的，这儿到处都是人，那边又容易积水，你养狗就不知道找一个好一点的地方吗？
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江小姐，你想多了吧？我听说有一个新邻居搬过来，准备打个招呼。怎么是你呀、啊？这么巧？啊？我说呢，这套房子怎么租这么便宜？原来是因为家有恶灵啊！你该庆幸你没有通过面试，不然你住在这儿，咱们俩朝夕相处，我怕你对我日久生情呀。那您可真是想得多呢，我能忍住不动手已经算是功德圆满了。怎么，不打算请新邻居进去坐坐？这么晚了，我看您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，不然身体老得快。这审美啊，也是会变差的。晚安。让一下。退房还来得及吗？懒得跟你计较，来日方长。